云龙天帝这时候缓缓恢复了清醒，停下了自己虔诚祷告的动作，转过身看向徐阳三人。你这小子说话口气不小啊，你根本就不清楚冰皇塔的实力强度意味着什么。他的防御力可以完全能够用天下无敌四个字来形容，因为你们口中的剑仙云望姬就是整个瀛洲大陆唯一的神，也是这片大陆的最初缔造者。他的贴身神器整个瀛洲大陆只此一件，独一无二，凭你的实力轻松将他破碎的话，那么你也就根本不需要在我的面前耀武扬威了，直接凭你一天的力量破碎一切岂不是更容易？徐阳冰冷一笑，只有你那般狭隘的想法才会将这瀛洲大陆芸芸众生当成草芥和蝼蚁，真正达到一定境界的强者是会爱惜那些万众黎民的，因为他们渴望看到这个世界走向更好的一面，而不是一片荒芜。所以我才说现在的你远远不配成为瀛洲大陆真正的领袖，因为你没有能够容纳海纳百川那样的博大心怀，在我的眼中你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冰冷无情的暴君而已。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让我放心将整个瀛洲大陆的传承交到你的身上？云氏皇朝这一脉自云望姬之后，你应该就是最残暴的那个统治者了，而整个云氏皇朝的江山也将在你这一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我和五皇子之间达成的协定也要看你这个做父亲的到底会如何取舍。如果我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云氏血脉有任何的希望，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推翻云氏皇朝的统治，在瀛洲大陆体系当中建立一个全新的统领的秩序。这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早有准备了，我徐阳绝不是说说而已，我要做的事情凭你们这种级别的强者还远远无法阻止。云龙天帝早就已经想到会有这一天的出现，因此他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徐阳这个他眼中的定时炸弹。我早就明白你这个家伙如果能够为我所用的话，当然是一把无往不利的神兵利器，但你终究会有想要挣脱我利用的那一刻，因此我也对今天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你的话，哼，很遗憾，这个地方恐怕会成为你的葬身之所。徐阳笑了起来，你能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实在是太难得了，既然你这么有自信的话，那么你就对我出手吧，我真的想见识一下你凭什么能够说出这般硬气的话来。云龙天帝毕竟是轩辕皇城的绝对主宰，整个瀛洲大陆人族当中的至高领袖，他才不会让别人在颜面上占自己的上风。冷哼一声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打出一掌无比强横的掌风。果不其然，这一掌推出的一刹那，掌风的气息当中似是隐含着一条卧龙之势，强大无比的龙魂气息在这一刻喷发而出，并且在虚空当中游走的过程下一分为十，从十个方向团团包围向他。然而对于这种强度的力量，徐阳也仅仅只是微微一笑，脚下轻轻一点，周围天使之神独有的威严在这一刻以光的形式完全散发了出来。璀璨的金色光芒迸发的一刹那，周围所有金色龙魂带来的狂猛气势全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全部吞噬掉，再强大的龙魂气息在光明的面前也仅仅只能俯首称臣。仅仅只是这点能力吗？你应该很清楚，这种夹杂着威压的手段在我的面前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我以光为化身和代言，所有这种间接传递的能量形式对于我而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你甚至连我的天使领域都无法攻破，还拿什么与我战斗？你真的以为我毫无准备就会贸然对你出手吗？你太小看瀛洲大陆云氏皇朝的领袖了。就在云龙天帝这话刚刚说完的一刹那，徐阳赫然发现自己凝聚出来的天使领域居然在这一刻第一次出现了无穷无尽的斑驳光点，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完整的气球在那顷刻之间被无数根银针洞穿，形成了充满数不清空洞的破绽。这样一来也算是彻底打乱了徐阳反击的节奏，因为他原本想要在接下来的一瞬间直接发起最为凶悍的反击镇压，
可是却因为周围突如其来的异变，被迫停止了这样的动作。怎么可能？天时灵域，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化解，除非他是神王级别的顶尖强者，连大世界的法则都会对他的力量有所忌惮。而这个家伙分明是瀛洲大陆孕育出来的生命体，与大世界法则孕育出来的生命体潜能根本有着天壤之别，他是绝对不可能化解天时灵域的。小花言辞凌厉地提出了拒绝，因为他的这般判断有理有据，根本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存在，绝对没有出现的可能。而眼前天时领域的悄无声息的溃灭，一定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果不其然，云龙天帝很快便发出了猖狂的狂笑之声。你的判断理论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错误可言的，但我为何做到了这一点的原因，就是藏在我与生俱来的天赋当中，或者说在我的体内拥有一半的血脉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你们来的那个大世界，而是真正的域外世界，和那些失落者一样，来自更为广阔的域外星空。这才是我能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掌控这个丫头的根本原因。云龙天帝说着，抬起手指点向徐阳和小花身后不远处的蒙面女使者。而听到云龙天帝这么一说，徐阳之前判断当中唯一的一个疑惑也就此解决了。原来如此，能够干扰天时领域我并不奇怪，真正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能够控制失落者的灵魂，这一点即便是我恐怕也很难做到。那么现在看来，这家伙身上所有不可知的谜团都有了一个同样的突出源头，那便是他的血脉。云龙天帝听了一脸骄傲的点头，不错，我的父皇便是上一代云氏皇朝的皇帝，但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领袖，